92岁老人家精心 settle 等在庙门口迎接阁揆外甥赖清德，见到亲舅舅脸上微笑曲线大开。在庆安宫担任主委的赖舅一路挽着赖清德手臂，基隆下雨路面湿滑，走上阶梯时赖清德小心翼翼牵紧舅舅的手，就怕他滑倒。 拜妈祖庙兼拜年了，祝阿姑身体健康，阿咧一切顺利，食百里岁。拜妈祖庙兼拜晚年，只是时间点敏感，恰逢传闻内阁改组时机，难道赖奎想寻求神的指引？祈求咱台湾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祈求咱家人市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袂歹，真好，做行就嘛当穿的，要紧。 赖清德经常拜庙，却自认不迷信。大年初一，南鲲生戴天府抽出国运下下签后。隔天大年初二，赖清德跟陈菊悄悄现身南鲲生参拜，私人行程连庙方都不知情，被联想与国运下下签有关。加上整修新华官邸、大兴土木，还改大门，遭解读都是为了风水。行政院表示，赖清德不信风水这一套，但走到哪拜到哪的赖奎，想要人住也要神住。记者朱丁荣、张凯亮、邵玉敏、SNG 小组，基隆报道。